对，我在录啊，我一直在录。就是那，你要不要确认一下是不是还在录着？对对对，他在录，在录，我看到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会有一个采访，那个采访是远程的视频拍摄，就是我自己拍我自己，所以我现在要先准备。朋友们，给大家展示一下简易的拍摄脚架，下面是用我的盒子。看一下我的手机在这里，然后我现在看这边，对，哎，看得到我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你们是倒过来的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相机到了，哦，是我的相机到了，那我倒过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罗勒，罗勒在水手的世界里，它是可以带给我们好运的，而且也很适合做菜。你可以放一株罗勒在船上，然后做个意大利面，可以往里面丢一点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生活，然后生活经验，然后你的收获，或者是失去，有没有失去哪一些东西？失去了什么？我觉得我自己长胖了，并没有失去。就是不会被，小时候是不被社会认可的，但逐渐的，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做自己，所以你会先被自己认可，逐渐的，你周围的世界也会认可你。这个时候，你所创造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有点像说。举个例子啊，如果我是一个，我去交友网站上面去交男朋友，找男朋友，去随便举个例子，我全部放我的假照片，我放一个我假的一个人格，我的人设是怎么样，别人喜欢的是假的你啊，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你这么努力，别人喜欢的是一个假的你，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就是在努力，在做一个真实的我，不管别人喜不喜欢，到最后有，也许如果有幸。别人会喜欢上的是一个真实的我，但最关键的是我自己也在做真实的自己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好好，谢谢大家哦。我们来做个合影。来合影，怎么合？来，撑起你们。Little boxes on the hillside, little boxes made of ticky-tacky, little boxes, all the same. There is a green one and a pink one. してしまう「ちっぽけな僕だけれど」